着海风来个旅游沙拉，主要是小西红柿、牛里果、小尖椒、生菜，尝一口。旅游吃的饭呢，一定要简洁。像海鸥也能吃，大鹅也能吃，鸳鸯也能吃。看我给他们就来了。咱们也能吃，海鸥也能吃，海鸥一会儿就都飞来了。今天海鸥是吃饱，你就吃。现在海鸥不来，等一会儿它就来了，别着急，慢慢的吃。这时候你得观察它，一会儿海鸥来了，你赶紧给它，要不它就不来了。要看那个大桥，特别好看，特别壮观。太多了，收过了。现在呀也不重要了，主要是在海边的环境特别优美。天哪，入春以来呀是最热的一天，天气特别好。Thank you.
好啊。刀毛那多好，真的刀毛。